花莲主宰科技大学积极培育原住民踏入医疗照护的领域，设立护理系全面专班，提供专业公费，跟每个月提供零用金，培育真侪优秀的原住民护理师。日前主宰护理系原民学生来到嘉义大拿主宰病院参访，为踏入护理职场来暖心。这次是我们原资中心，就是科大的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那我们跟教育部申请了一个职涯发展的计划，所以这次的经费主要就是有那个教育部的青发署的补助，还有我们慈科大的一些补助。那我们这次主要带我们所有原住民的学生来，主要就是让他们可以知道未来进入职场的时候会有哪一些专业需要培养的一些过程，然后也让他们顺便可以去了解当初选择念护理是不是他们真的是他们的初心，他们的最爱。所以透过他们还没有进入职场之前，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来实际的去体验。主宰科技大学表示，这边主要带主科大所有原民学生来到大拿主宰，实际体验护理工作。那最主要在护理部的部分年轻的孩子除了专业的学习成长，那在整个生活上食衣住行的部分，每个单位的学长姐都很照顾学弟妹。那非常多年轻一辈的护理长们因为很能够去体察年轻孩子的心所以在整个活动的设计，在单位的领导风格上面都能够很去跟年轻的孩子能够有产生共鸣。大拿主宰护理部主任陈家荣讲，原住民的护理师是真活泼，好斗阵，运用这个特质，会当倒入护理的环境当中，更增强一场的正向能量，提升多元文化的教育品质。记者黄美佳，国安超报道。